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勋，非常感谢你们再度回到我的频道啦。我们今天继续来玩企鹅岛这款游戏啦。那么好的，在影片开始之前，可以先帮这部影片点个喜欢，还没订阅的观众也可以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阿勋更新影片动态咯。那么好的，话不多说，我们就正片开始啦。你们可以看到呢，我现在这岛上总资产的金额啊，现在来到了12.09T。那么我们在领取这个离线奖励的话，就可以再获得更多的金钱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呢，这工坊里头的大白羊制作完成了，那么就来把它摆放吧，看它长什么样子。哇，长成这样啊！不过这个中央市的话，应该是看一下是摆不上了啦，就放在这边东区吧。没错，这全新区域东区中心这边，然后盖上去。来看看，转个圈，哇，确实在中心哎。那么好的，我们第二集的主要的主题呢，就是来孵化一下昨天讲到的这些，说到是从蛋里面孵出来的。首先第一个物种，威德尔海豹，哇，从这里出来的，你们看蛋哎，只有企鹅才会有的食窝蛋，海象，哇，你们看，仔细看，是蛋哎。刚才它是从蛋里面孵出来的，各位，它刚才是从蛋里面孵出来的，不会吧？各位，夸张吗？你们看，又一个，刚才又从蛋里面孵出来，不会吧？你们可以看到，这整个东区大多数的企鹅全都是我们的新物种，红宝企鹅。其实我也不晓得为何叫红宝，因为一个名字里头有宝的，我只认识新登宝这个家伙。现在我们的波波呢，现在还在收集这个水晶醋，现在还在收集当中。就早上我派他出去收集的。来吧，拍照任务，拍照。现在还在获得那汽油爱心奖励那些，赶快。然后这边稍微再扩大一些哦。现在只要再到达一定数量，差不多 1.83U， 这边就会有一个信天窝巢穴。然后你们可以看到呢，这边有个海豚的饲育场，然后我们这边就有个专门饲育海豚的企鹅在这边。然后这个木桶是我让波波从这边给这边附近给搬来的，从中央区这边搬来的。而我们这个你们可以看到呢，我们这个爱心数量是 2.92F。现在金币来到了17.12T， 钻石呢1460，很快我就可以去买这个卫兵器了。这些裁缝店、英式茶馆什么的就不要了。现在活动还有5天，赶快哦，各位，赶快来下载哦！不参加啊就没机会了。你想要见到一些可爱萌萌企鹅或者特殊装饰物就没办法了。而这些裁缝店啊什么的，其实这些都是图纸。图纸呢，会寄送到这边来，然后你就可以从工坊开始制作。哎，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素材盒。哇嘞，全都是这些啊！说真的，没有图纸进来啊。其实今天一登录打开的时候呢，我就发现这里面金鱼那些还有钻石都多了一些啊。木头现在也是慢慢增加。今天早上登录的时候，所以说现在我录的时候是下午。其实为什么我都会花那么那么多的时间才来上传？其实我目的是要上好字幕来给各位观众来看，不然没有字幕真的很难方便来去收视了解。看来这每一只企鹅所提供的爱心能量都不同啊。这边房子你就可以直接从这边来去看看还有哪些装饰物没摆放，只要按下这房子的按钮。我们现在茶桌那些全都摆放了，这些全都是已经摆放了。现在还有10个空间可以摆放。哎，有拍照任务，拍照，临时奖励。来看看这里有什么宝石，那些全都氪金的啦。这除了这免费观看广告之外，其他都是需要氪金。而氪金的话，你就可以获得小企鹅理财。如果你直接氪这个的话，给它跑一下。如果你直接氪这个，它
500，你就小企鹅就会得到一个，但是我不要，就是不要，我偏不要，我就是依靠这边活动来去给。这边会有个分形象企鹅嘛，然后这登录呢，这登录活动限定奖励就会有个小企鹅，我只要把它给拿到手，那么萌萌岛的计划就稳赢了。哎，收集完成了，领取。现在再来把钓鱼奖升级升级，差不多升个10级就行了。这个呢，它有一些特殊皮肤，现在没错，这个赶快来下载啊！如果想氪金的就快一点，氪金主材限定的，专业钓鱼者啊什么的全都有，像是花圃的这边也有一些特殊皮肤，但是我不可能会去花这些时间来去搞的。现在要再拍5次照片任务，不能直接凭空拍，必须要有符合任务哦。真的有点稍微麻烦了点，因为我也不确定什么时候，因为我也无法抓准他们要想要拍照的规律。就是其中有几个要提出拍照，我就只能给他们拍照。然后这个雪灌木最新图纸解锁素材之一，还有这个水仙，还有水黄水仙花坛，以及我们的咖啡桌。咖啡桌的位置呢就在这里，对，没错，在这里。红茶，茶杯，咖啡杯啦。然后这个长得很像牵牛花的花朵，其实我也不晓得为什么，这里面的花朵都很像。这里面花朵啊，都很像是，就可以制作的花朵，都是五角形，搞得很像矮牵牛啊、牵牛花之类的。然后接下来有其他自然物品可以解锁，但是这个长得很像哎。雏菊，请问一下，雏菊的花朵长这样吗？这些游戏制作方是没有脑袋尝试是不是啊？真的是没有脑袋呢，就跟现在游戏广告一样，很没脑袋呢。真的很没脑袋。那么我们就今天先到这里为止，我们就下集再见啦。哎，先暂停一下，暂停一下，遇到图纸哎，跳过。哇，变式，来看看，哇，制作。那么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，非常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就下集再见啦，拜拜，下集见。